年出道至今，今年迈向续约的第七年，虽然成员们感情好，但还是有许多粉丝担心会不会无法续约成功。不过就在今年七月 ，JYP 娱乐宣布与 TWICE 成员续约，打破韩国女团普遍的七年魔咒，让粉丝们非常开心。而续约成功的消息释出后 ，TWICE 也发行了日文新专辑，成员们一起到日本进行宣传，行程满档，可见人气依旧爆棚。不过工作归工作，忙内子鱼就在百忙中抽空到美术馆参观，欣赏艺术品之余，不忘晒出一系列美照。绑着马尾的子鱼身穿黄色背心搭配牛仔裤，即便是休闲的风格，亮丽五官还是超级吸睛。其中有几张他坐在阶梯上，让灯光投射在身上的照片，更是仿佛仙女般耀眼。底下引来许多网友留言大赞，子鱼真的是太美了，最后一张笑得如此灿烂，根本比身后的艺术品还抢眼啊！